推理能力考验，写汉字。那我们第一轮猜词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是不是太难了？我估计你们几个都写不出来，可能是不是？不难不难，其实不难。音乐，睡觉。朋友，可以呀、啊！不对，啊，不是，他们会误导我啊。Next, give up。哦，这个你们要搞不出来。不。老邓头、No！ 你这样猜出来啊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这对啊，吓到我了。丁，对，猜对了，你这下猜得还蛮接近。啊，张。饿了吗？好吃吗？你好吗？哇！真的，小鹿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天赋，奇才。这是什么？哇！看看这是。Wonderful， 芭比，金刚芭比，琵琶。这什么？你别以为是个问号，他是真的在写的。换一个。这个不可能，这个就比较悬了吧。多才多艺，画的非常好。多脑核。哦，真的厉害呀、啊！这个挺好的，长江、黄河，什么江？这个猜不出来啊！你俩真的可以下卡，减分了，这个猜不出来。下一期不要录了。这个猜不出来啊，你俩真的可以下卡减分了，这个猜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下一期不要录了。浙江卫视。哇，耶，good job 开始。哇，我们俩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。这么快啊，是编织的这个非洲部落老跳那个夏威夷大字儿，草裙舞。他怎么那么聪明？你是哪个队的？哎，不行了，难受，这就不行了。嗯。哎，腾哥，现在再过一年我就成为了白发老人。白发老人，就地中海，正确。白发老人。再过一年就是白发老人。两个字儿，来嘛，让我摸一下嘛。出嘛，来。咦。好，一个字一个猜啊。第一个字是扭，第二个字是。扭掐，扭掐，你在哪个学校学过扭掐？哎呀，扭捏，正确。哎呦，仨字儿。哎呀，我找不到老公怎么办啊，爸爸？凉拌。你给我气的。
我不打了。快快，我要抢这个，我要抢这个，我就可以取贾玲了。耶！扔球球，好球球。哇！好，钟倩。俩字儿，好球球，没想到梦想成真了，我们俩。拜堂。后悔，沉默，沉默。OK。仨字儿，是外星人。不对，是恐机器人。OK。啊，你还能撑啊？啊。第一个字儿是什么馒头？啊，仨蒸馒头啊。这一关充分展现了王源的韧带，可以。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掌声送给王韧带，韧带王，可以的。两队成员以接龙形式为指定命题作画，最后一位成员猜测绘画主题，猜对者加一分。太简单了，就没有难一点的题目吗？没了，结束了。歇后语吗？老鼠怕猫。这一个国产动画片，对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不是，它是蓝皮鼠跟大脸猫。有句话叫 get 不到重点，画了个官儿啥呀？好，下一个，黑鸡是什么？如果你懂的话，你还可以帮他润色润色。对。这是个啥？这是只乌鸡。乌鸡，就这黑色的这个是啥？你要能猜出来，你基本你就能回答上来。然后人在水里走。浪里白条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好，恭喜答对了。原话的。厉害。主要那个鸭猜出来。他说乌鸡。主要乌鸡听到了，我跟你说，哪有乌鸡呀？这乌鸦嘛，这我只能看出乌鸦，是我鸭。宁夏。我们答对了。中华小曲库。太赞了。中华小曲库太赞了。小鹿差一点点。海鱼之恋。海鱼恋，太厉害了，中华小曲库。现在悬念出来了啊！哇，最后一首，好激烈呀！我跟你讲，真的。
虽说我一道题都没有答上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很紧张。我也是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参与，重在参与。我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，重在参与，重在参与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请出歌。第一天。请叫我中华曲库，谢谢。两队轮流抽取积木，一旦抽到积木，游戏结束，最终数字总和较大的队伍获胜。来吧，预备，开始。两个字。这是什么？碰碰。抱抱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看看。哪儿？大楼。树。树懒。好会猜哦！哇塞，你指个树，他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就是那个动物，抱着树的那个。开始，八个字，看看小智哥怎么演的八个字。求婚，单膝跪地，唱歌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？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哇！真的，哇！不会再上去了，分很多，啥意思？不要点了，八十分，哇，高，开始，两个字，第二个字，拉，第一个字，考拉，这就过了，这就过了，你是怎么猜的？这个拉我是服了，拉我服了。要是能播也是挺厉害，我期待这一期。哦，加油呀！稳住就好了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几分？几分？五十，真的是五十，他们都是五十以上。我们就没上过五十。真的，我们真的不一样。六个字，第一个字你，第二个字炸炸，你炸。你炸我也炸，你炸我也炸，你跳我跳，你五四这个字三，你炸二你炸一，你咋不正经？我天呀！你咋不正经？天哪！玩这个游戏笑容逐渐消失，很棒。